花爸、花妈、海绵宝宝，这里是新竹一家百货公司最近举办的天降奇迹积木展，现场有多样卡通人物与科幻电影积木模型，更有两个大型积木池，要让孩子们玩得开心。这次积木展也是到2017年的跨年之后，那为了就是让小朋友更开心，那我们有这次展出了关于星际大战的作品，然后也有一些很可爱的卡通人物，像海绵宝宝、雪宝、花妈跟花爸，对，那还有就是比较经典的电影卡通的角色也会在我们这次的展览出现。对，那我们现场的话还会有两座积木池，让小朋友可以就是现场动手 DIY 做出自己的乐高组合，一块块小小的积木拼凑出孩子们脑海里的英雄人物，透过堆叠启发孩子对于立体物体的思考，也能发挥创意。假日也会举办多场活动，期望让孩子从游乐中学习到更多逻辑。对，那在周末的时候我们也会推出就是一系列的组乐高的活动，那让爸爸妈妈也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来玩，然后激发小孩子的创意跟想象。积木展搭配时事科幻电影里面的模型，以积木模型的形式出现在真实世界，也让逛百货公司不再只是爸爸妈妈们的休闲活动，更成为孩子们最期待去的地方。整个活动即将举办到明年的1月4号，欢迎民众有空全家一起出游，留下愉快的共同回忆。凯博新竹陈洛怡、洪蔡文琪采访报道。